今年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年，中英两国已经协议将香港归还给中国。多了这么多份工，搵这么多钱，想做什么？我身份证。假成咁，俾翻钱我。喂，黑社会是咁噶啦，使唔使礼你啊？我唔入黑社会。你边度噶？我想换钱。咁即系搞事咯。入得嚟城寨，你帮人，人帮你。松声啊，希。你可以一九份天光，唔系因为城寨，系因为城寨嘅人。我要趁阿君死。少爷。今次你保佢唔住嘅。以后城寨啊，就系你哋班后生仔嘅天下啦。需唔使帮手啊？三姑，点解你唔早讲？小鸡啊！